于昨17日下午接获民众到所报案，自称停放在民主一路旁公有停车场内之车辆遭不明人士毁损。本所同仁了解相关案发经过后，依毁损罪受理在案，并开立受理报案证明单。后续调阅监视器相关监视器了解，为一名男子所为，相关特征已经都逐步掌握。警方会尽速通知该名男子到案说明。